程云还没有看到我，看他来干什么？我看了你半天还没看到我。那你别人说程云你妈妈你在找我，我看你一直找我，我就在这等了半天，你就没看到我，笑死我了。拿的什么？给你穿不上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他抽奖的。你买的东西？抽奖抽。你有零钱？帮你抽不上。从哪儿弄的钱？5毛钱抽一次。啊，5毛钱抽的是什么奖？这是迷你世界。迷你世界？嗯、这是钥匙链吧？啊？是钥匙链吗？钥匙链。那是你同学吗？啊，是你同学。5毛钱抽了一个，你抽了什么？没抽。你没抽，你身上就5毛钱了是吧？叫什么世界了呀？迷你世界。迷你世界，你在这办？那我刚才一直往这看，没看到你。你说你在里边买东西，我能找到你吗？他说没有，你没来。别人说程云，你妈妈来了，然后你就一直看，刚抬头往那边看，我就在你后边，然后我在这站了半天，我看你还没看到我。其实我就没有看嘛，我就说你要过来，我自己走了。是不是？但是我要找你呀、啊。哦。以后下次就在那门口等我啊。下次你看，下次你就在那个孔那儿等我，就这个位置啊。听见了没有？刚才差点丢了程宇。走吧，放书包，带上你俩走。你妈，走。这位小朋友妈妈是上班了，每天我接他们两个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